尊敬的香德玛国师，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校长、老师以及同学们，大家好。我们刚才听到法师的报告介绍，以及我们最近两次访问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唯一落实佛陀教育的国家，第一片净土可以代表世尊的教学。我们看到非常的欢喜。在没有来到斯里兰卡之前，实在是我们对于佛法的前程并不是很乐观。我们学习佛法60多年，对佛法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可是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所看到的只是口头上的议论，没有落实，没有落实，那就是没有真正的佛法。到这边来看之后，我们充满了信心，感觉到希望，佛法将来会在这个地方重新兴旺起来，再能够传遍全世界。那么带给我们无穷的希望，在现在这个时代，真正对佛法认识的不多。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早年有如是，借着有汤恩尼博士，这是一个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的哲学家，是个历史哲学家。我看过他在1971年访问日本的谈话，内容非常丰富，显示卓越的智慧理念，以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期望。那么他访问的时候年岁20岁，1971年，他是85岁过世的，也就是这一次的谈话在日本访问是他第三次到日本，也是最后一次。里面谈到东方的文化，谈到整个世界的前途，认为这300多年前西方只重视物质文明，把人性思索的，所以才变成现在社会的样子，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整个社会动乱，地球灾变异常，那么
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我遇到过很多人，他们确实非常仁慈，在想办法挽救社会，希望人类能在地球上继续生存，和睦相处。联合国也意识到了，为这个事情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从上个世纪70年代，大概就是汤恩比访问日本那个时代开始，联合国召开世界和平会议，一年有很多次，投入下去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这个会议到现在大概有40多年了，我有幸参加了17次，所以认识不少的朋友，都是寻求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以这个为主题。可是一直到现在，有许许多多人对于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充满了疑惑，这不是一桩好事情。那么在佛法里面说，大小乘、贤教、密教，佛在经典上都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意念实在上是真正的主宰。我们意念里面没有和平这个概念，和平如何能落实？古圣先贤有，所以古代确实出现过太平盛世，在中国历史记载的很清楚，过去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时间安定和谐，让人们后世人们看到历史非常的向往，非常的尊敬羡慕。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这是值得我们省思反省的。我们将中国过去历史上出现的太平盛世，在联合国做报告，我也是多次的报告，大家听了欢喜。为什么？他们没听过，闻所未闻。会后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他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法师，你讲得很好，那是理想，做不到。”这些话对我是严重的打击，我才真正发现现代社会危机是什么。真正的危机，第一个危机是信心危机，没有信心。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物质文明，物质生活让大家都觉得满足而不缺乏，就基本上可以说是满足，这也是了不起的一桩大事情。但是
把人性说破。啊，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宗教、哲学都产生了怀疑，丧失了信心，才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有没有办法挽回？啊，当时人家如果问我这句话，我的答复不敢肯定。啊，所以我知道，啊，科学这个怀疑怎么造成的？科学造成的。马云没给你们说的。啊，像我们在斯里兰卡这个地区，你要问问当地人民，你有没有怀疑？啊，恐怕他们会告诉你，我们没有怀疑。啊，他们有信心，信心从哪里来的？从佛陀教育来的。他们没有把佛陀教育丢掉。啊，可是佛陀教育啊，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差不多是丢掉了。啊，虽然有佛教，有佛教的形象，没有佛教的实质。啊，中国人对于传统，对于佛法失去信心200多年来往。啊，满清末后的100年，慈禧太后执政。啊，慈禧对于传统文化不尊重。啊，应该是学习不多，对他不了解不认识。啊，而非常自大，自称为老佛爷。啊，把佛都放在他旁边，不像呢过去的帝王，啊，清朝过去的帝王都是三宝弟子，啊，佛是老师，自己是学生，啊，慈禧太后不是的，他是老佛爷，释迦牟尼佛、其他诸佛都要摆在他娘旁边，他坐在当中，啊，这个形象表得不好。为什么呢？让全国文武百官、天下人民对于佛陀、对于孔子啊、对于圣贤信心呢，没有以前那么样的纯啊，那么样的恭敬，就信心呢逐渐下降了。到满清亡国，那就非常严重了。啊，那个时候，对于佛、道、儒还有人讲，但是没有人做了。啊，没有人依教奉行了。啊，所以社会就开始动荡了。啊，最后导致清朝亡国。清朝是怎么亡国的？疏忽传统文化亡国的。啊，把儒释道传统的教育淡化了，他才亡国。这是真正原因的。啊，民国成立之后，比清朝更严重。啊，真的是一个十年不如一个十年，我们以十年做个比较。啊，那民国这100年到现在啊，几乎看不到真正佛法了。啊，真正依照佛法修行的人越来越少。啊，不是没有，有太少了。啊，少到不能影响社会了。所以我去年接受总统的邀请到这边来访问，啊，时间虽然不长，只有9天，
我跟总统四次见面，我佩服到五体投地，啊，给我充满了信心，啊，我觉得我们佛教有救，斯里兰卡基础太好了，啊，那么在整个佛法来说呢，啊，这是原始佛教，啊，也叫小乘佛教，这是基础。啊，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佛子就是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承认的。啊，那么各地方这佛法为什么衰呀？基础没有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老人家为我们示现的，30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30岁成佛了。成佛之后，他就在落叶园开始教学，啊，讲阿含，啊，这是一个大的系列，大的单元，用了12年时间。这个12年等于是佛教小学。啊，我们今天全世界小学是6年，佛陀的小学是12年，啊，基础稳固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接着讲方等，方等讲了8年，等于中学。啊，那么现在学校的中学，初中3年，高中3年，6年。佛陀的中学12年，这个8年，啊，那么这都是基础教育，啊，你看看佛的基础教育20年，我们现在世间人基础教育12年，啊，小学6年，中学6年，啊，佛认为这不够啊。那么这是20年之后，佛开始讲大乘，就是办大学，讲般若。啊，般若讲了22年，啊，现在大学教育4年，释迦牟尼佛的大学教育是22年，啊，最后是研究所，啊，法华涅槃也是8年，啊，佛陀在世。为我们教学49年，啊，是一个完完整整、圆圆满满的佛陀教育。啊，人接受这个教育，从凡夫49年变成佛了，成佛了。啊，那是上上根人，啊，一般人应该可以证得阿罗汉。啊，也算是佛陀教育毕业了，他真有成果，啊，永远离开6道轮回。啊，佛陀的教育目标，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目标达到了。苦是6道轮回，脱离6道轮回，就真正离苦。啊，佛没有任何要求，真正一生做到了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生活非常简单，非常快乐，啊，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啊，那么佛的普世教育是什么？这个教育的理念从哪里来的？啊，我昨天呢写了几个字，啊，当中这个大字是个爱字，我们要讲佛陀的教育。
圣贤的教育就是一个爱。那现在人呢，他就缺乏这个爱啊。现在的人不自爱，他怎么会爱人啊？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是没有分别的啊，是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啊。佛告诉我，自信万德万能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那么我们要问一个，自信第一德最重要的这个德是什么啊？就是这个爱。啊，这个爱在哪里？就在眼前。我们很多人呢，没有留意，没有看到它。啊，这是佛陀的大慈大悲，是让上帝的爱，是神圣的爱。啊，中国文字是表意的文字，啊，它不是拼音的，啊，它从这个字的形象当中，你不认识它，你不晓得它怎么个念法，但是你能够看出它的意思。如果这个心不动，那就是佛。不动是什么？心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就是佛。啊，凡夫跟佛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个心的不一样。佛心不动，我们的心是动的。啊，起心动念，前念灭，后念生。一天从早到晚，不知道有多少个念头在动啊！啊，佛怎么佛不动？啊，你看佛坐在那个地方的现象，入定啊，定就是不动啊。啊，定有浅深的差别。啊，在《华严经》里面，佛讲菩萨分为51个等级啊。如果我们要拿学校来做比喻，有一点像，能理解啊。实性位好比是小学啊，10个位次，从第一到第10叫年级吧，一年级到10年级啊，这是佛教的小学。从11年级到20年级，啊，这是佛教的中学。啊，从21年级到30年级，啊，这是佛教的高中。啊，30年级到40年级呢？啊，31年级到40年级，啊。这是佛教的大学啊。从41年级到51年级，这是佛教的研究所啊。它从哪里分？从定功上分。你定功的前身大小啊，小定是小学啊，定功前啊，定力不大啊。如果到大学研究所，那是很深的禅定啊。禅定里头有境界啊，禅定不是死的，是活活泼泼的啊，它起作用啊。释迦牟尼佛《华严经》是在禅定当中说的。所以有很多人不相信
认为这是伪造的。啊，为什么呢？经典上并没有记载。啊，佛在定中，只有化身菩萨才能够到佛陀定中去听经。啊，那些人知道。啊，化身菩萨是研究所的菩萨，也就是51个等级里面最高的10个等级，啊，最高的，啊，他们知道，知道释迦牟尼佛在定中讲《大方广佛华严》，讲这部大经，啊，定中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没有时间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就在当下。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弥陀经》上所说西方极乐世界，与我们这里距离10万亿佛国土，这是讲距离。但是在定中呢，这个距离没有了。这个距离是对凡夫说的。啊，如果在定中，空间维持不见了，没有空间维持，整个宇宙是一体。啊，我们起心动念，念头才起，遍法界虚空间，一切诸佛如来都收到了，这个念头的信息全收到了。啊，再深入之后，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现在也相信，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体，就是活的。啊，大经里面所说的无蕴皆空。啊，无蕴是最小的物质现象。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最近的20几年发现，啊，让我们对于佛经信心增长了，啊，疑惑化解了，啊，佛说这门东西说的是很清楚，但是我们没见过，除佛经之外没有听说过，啊，所以听到佛讲了，啊，佛是以无语保证我们的信心，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这都是就告诉我们，佛说的话是真的，一句假话都没有。啊，佛没有理由去欺骗别人。啊，所以我们相信佛话是真的，可是总是有疑惑。啊，除佛之外，没人，别的人没讲过。啊，那么现在2500年后，啊，550年后，今天这个世界，量子科学家把阿赖耶的3细像找到了，啊，这是宇宙的奥秘，啊，虽然说的没有佛说的那么清楚，但是总算是找到了。3细像里面物质现象没问题了，啊，完全明白了，啊，心理现象就是念头发现了，知道有这个东西，啊，
但是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还不知道啊。佛在经典上讲得清楚啊，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是阿赖耶的业相变现出来的。阿赖耶的业相从哪里来的，是一念迷而不觉来的啊。一念不觉是什么来的啊？一念不觉没有原因啊，所以说是宇宙的缘起第一个原因是没有的。如果是有，它就是真的，有因有果。它没有，这意思是说没有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佛说经这个意思太深了啊，天地人虽然多，几个人能听懂，几个人能听明白啊。我们费了60多年的时间在这里钻研啊，对这个问题还是不能完全相信啊。90%我信了，还有10%的怀疑，你说多难啊啊。我们非常感谢近代的科学家啊，他帮助我们把这个谜揭穿了啊。我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博士的报告啊，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这个学生很著名啊。他一生研究物质啊，就是盯住这一个问题，物质到底是什么。他把物质的秘密揭穿啊，跟佛讲的完全相同啊。佛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相就是物质现象，哎，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有为是有生有灭啊，物质是生灭法啊。一切有为法了，如梦幻泡影，用这四个字来比喻，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告诉假的不是真的啊。又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相生啊，境随心转，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呢，利益是非常大，真的讲是无量无边，让我们了解宇宙的真相，了解宇宙的缘起啊，一切万法到底是为什么事情，最后了解我从哪里来的啊。明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跟人相处，怎样跟这个世界相处啊，怎样跟一切万物啊，跟大自然相处啊，和睦相处，共存共荣，那就是极乐世界啊，那才叫真正的离苦得乐啊。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呢，要把自信啊，自信第一的这个爱字要发掘出来啊。从什么地方看啊？从婴儿啊，小孩他出生了，他眼睛睁开了啊，他会看，他会听啊，他还没有完受染污，完全没染污啊。大概是什么时候？3个月啊，没受染污。
三个月之后就开始有染污了。啊，染污从哪里看出来？他认识啊，谁是他的妈妈？认识谁是他的爸爸？他有分别了，他有执着了。你看，爸爸妈妈抱他，他喜欢；别人抱他，他就不让抱，他就哭。啊，他有分别，他有执着，分别执着是被染污了，天真没有了。啊，所以我讲经有时候说，人生本是。人生出来100天，100天之内体露正常。啊，佛经上讲的真如自性，你细细去观察，你能体会得到。啊，这不远呐，最深密的东西，啊，最奥妙的东西，就在眼前。这是真爱呀！啊，他那个爱心，你看，他满面笑容，他欢喜。啊，他不会说话，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啊，他对于每个人不认生嘛，每个人都爱，什么人去抱他，去逗他，他都欢喜。啊，他没有拒绝，他没有排斥，啊，没有嫌得不高兴。你从这地方看，啊，我们也是通过经典的教诲才醒悟到啊。啊，我在04年在日本，啊，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的一个和平会议，啊，在日本冈山开会，啊，我去参加了，啊，那个地方有我们晋中的同学，啊，在会后，啊，这些同学们呢，常常陪我到处去看看，啊，看看日本呢农村里面的风光。啊，有一天在路上，我突然想起了，我说大家停下来，啊，因为同学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啊，用个小车子推着，啊，小孩是睡在车上。啊，不到4个月，我说我们大家来看，啊，看看什么呢？看父子有亲，中国五伦里头的第一伦，啊，我们来看父子有亲，啊，大家围着看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不认生，每一个人去逗他，他都笑，很开心，啊，我说。他这个喜是真正的欢喜，就是佛的慈悲，就是上帝的爱，就是神之爱。啊，为什么呢？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这是真心显露啊！啊，4-5个月之后，他会被染污了。他认识谁是他妈妈，谁不是他妈妈，啊，妈妈抱他喜欢，别人抱他害怕，他没有安全感，你看看，他就被染污了。那么从这个染污开始啊，哎，一个月比一个月深了，一年比一年深了。啊，那我们有理由相信，你看，我们能够看见。但是我们是佛教导我们的，佛如果没有教导我们，我们不会动这个念头，那摆在面前也看不到。
我们感谢佛陀，我们相信古圣先贤啊，中国五伦这个传统文化的源起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发生啊？我相信也就像我们发现小孩的天真啊，这是真爱啊！啊，没有起心动念的，没有分别执着啊，那我们这个爱就是表这个意思啊。这个心是什么？如如不动啊。这个爱心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真的，完全是从自信流出来的爱。个个都有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就是佛性。既然有佛性，你就能成佛，你好好的修行，你就会成佛，修成像佛陀一样啊。那要怎么修呢？永远保持天真。那用什么方法呢？用教育啊。欧洲人赞叹中国古人啊，认为中国古人最懂得教育，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效果，有教育的经验啊，这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没见到的。这个话是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的教务长，他告诉我啊，我一天在他们学校，啊，校长请我吃饭，啊，教务长跟几个教授作陪，啊，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他说这个是欧洲人在二战之前，啊，有一些专家学者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四个古文明，三个都没有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啊？讨论了这个命题啊，最后的结论大家认为这可能是中国人懂得家庭教育的关系啊，这是他们的结论啊。教务长把这话题告诉我之后，我承认，我说这个结论的正确，一点都不错啊。中国能够绵延到今天，文化没有灭亡，全靠教育，而且确确实实是家庭教育啊。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说，子不教啊，人心坏了，家不齐，社会乱了。这两句话我们在年轻时候读没有感觉，那为什么呢？没有看到事实。可是今天看到这两句话了，惊心动魄。我们现前这个社会状况，古人了如指掌啊，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那我们要反省了，今天这个社会如何来拯救啊？就要靠教育啊！我也认识一些国家领导人，见面的时候有人问我啊，他说我很想把这个国家治好啊，问我有什么方法啊，我就告诉他，
只要你把教育办好，你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啊，真的吗？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谁做到了？阿弥陀佛做到了。你看极乐世界多好，为什么那么好？阿弥陀佛教出来的，天天上课，没有一天放假的。啊，学生常时熏修，自自然然他就回归自信了。啊，回归自信是大菩萨。啊，听久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啊，爱当中这个心，这个心不动，这个爱是佛菩萨的爱，是神圣的爱，是自信的爱。如果这个心动了呢，动了就迷了。啊，动了就变成凡夫了。这一动，中国古人叫它做情。你看，不动的时候叫心，动的时候叫情，就是指这个爱字，爱字里的那个心，动了就叫情。那么情就是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这情呢，啊，生情。所以佛叫菩萨，菩萨有情了，心动了，叫他怎么样？要觉。啊，所以菩萨是梵语，翻成中国叫觉有情。有情不要紧，要觉悟不能迷。啊，像我们无量寿经的经题。清净平等觉，啊，这样好。啊，佛说的高，说的圆满，说的究竟。啊，中国人古人呢有书，那佛教没传到中国去，说的也不错，也非常难得。啊，中国人讲啊。情里头要有义，啊，义是什么？义就是道德，啊，情里头有道，道情，啊，有义，有情义，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圣人、贤人，啊，代表的人物，孔子、老子、孟子，他们这些人做代表。尧舜禹汤都是情义的代表，情里都有义。那么现在呢？现在社会上这些人有情，觉没有了，义也没有了，有什么呢？有欲望，就造成今天的社会。情里头加上欲望是凡夫啊，叫六道众生啊。那么这个欲望要发展到过大、过多，问题就非常严重啊。汤恩比博士讲到。现在人的欲望发展到饱和点，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啊，人的一生忘掉了他来干什么的。啊，好像是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跟人竞争的，争名逐利的。啊，这个观念是决定错误。啊，所以他主张我们的教育啊，乃至国家政策对于科技的发展要缓慢，对于人性的教育要加强啊，用人性的人性跟物质科学技术要能够平衡，
人类可以享受到科技的福报带给我们的幸福。如果失去平衡，科技超越了人性太多的话，会带给我们灾难，甚至导致人类的灭亡，地球的毁灭。这是汤恩比提出的警告。所以既然古今中外佛菩萨圣贤这人都重视教育知道只有教育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这是宗教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这个爱心在中国人五伦里面，第一伦父子有亲，把它正式列入教育里头的大根大本，就是基本的教育概念。叫什么？叫孝悌。孝是对父。这个孝如何能保持一生不会改变？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呢，这个爱要发扬光大。家族里面，社会上，年纪跟父母差不多的，都要用孝敬父母的心来孝敬呢这些人。比我们长一辈的人，把它发扬光大。爱父母，要爱老人，要爱兄弟姐妹，要爱邻居，邻里乡党，要爱社会，要爱国家，要爱人类，凡是人皆需爱。那么佛陀的爱更大。佛陀不但爱人类，爱一切动物，爱树木花草，爱山河大地，爱整个宇宙。所以佛陀教给我们的那个范围太大了到最后告诉我，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达到究竟圆满向谁学习啊？到最高的第一点，向佛陀学习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经典就是从这个自信真爱里头流出来的智慧言语里面有德行，有学问教给我们怎样在这一生当中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享受跟贫富贵贱没有关系这是属于精神层面的精神层面确实很奇妙，有能力转变物质层面为什么呢？境随心转，这个妙不可言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科学家也承认了念力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能改变我们的身体我们现在晓得不透彻没有用功夫去练把这个心想集中心想集中就是禅定定功于身
能量越大。啊，譬如说你有那么大的能量，啊，现在有一些视频在你面前，啊，这个视频里面有毒，啊，时间太久了，啊，变成有毒素了，有细菌，啊，你能不能吃？能，到你口里头，它自然就变了，产生变化，啊，它变成美味，啊，一般人吃了会生病，佛菩萨吃了是非常营养的，啊，他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他能转变境界，就是境随心转，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这是真的。啊，那么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对于身体健康问题解决了，不需要任何医疗，只要把念头转成善念、清净的念头，身体自然健康，啊，老而不衰，啊，跟年轻人一样。啊，这里就是很有道理。啊，我们世间人收获了这一种。大家都晓得，科学家告诉我，人身体是细胞组成的。啊，这个人身体大概多少细胞呢？好像是50兆，50兆的细胞。啊，这些细胞都是生成代谢，每一天都有死掉的细胞，有新生的细胞。啊，新陈代谢，每7年是个周期，7年就是全身细胞统统换掉了，啊，就地一个都找不到了，啊，7年是个周期。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老换些老细胞呢？不换新的呢？啊，好像汽车零件一样，坏了，这零件不能用，再去，配一个。配一个是旧的，不是新的，老是去配旧的，他不配新的。如果配新的话，那这个车不是都是年年都是新车，那他配旧的，那还是个旧车。啊，这就是我们的观念，我老了，所以换的细胞都是老细胞，都是人家报废的细胞。啊，如果觉悟了，我老的不要，我要换新的，啊，我要换最新的，那么你不是越老越年轻吗？就是返老还童，啊，这是有道理的，这不是假话，是可以做得到的。啊，我们的念头永远清净，永远平等，永远年轻，永远善良，不要有恶念，恶念容易老化，啊，所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啊，你看，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他极乐他就不会老化，啊，如果他有忧悲苦恼啊，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很容易老化，啊，生活的很痛苦。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啊，所以佛法学了之后它正管用啊，啊，第一个管用的就是你这一生不生病了，你这一生呢不容易衰老，年龄天天增加，体力很正常，啊，跟年轻人一样，啊，这是学佛头一个好处，很多人没得到，我也没有完全得到一半，啊，真的得到一半，没有完全得到，啊，要靠自己努力。
啊，活一百岁，跟三十、四十岁的人一样，啊，要有这个本事。啊，学两百岁，也跟三四十岁人一样。人可不可以活两百岁？可以啊。啊，我学佛的时候，跟台中李老师，啊，跟他学经教。啊，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啊，他有挂牌。刚到台湾的时候，他挂过牌，啊，行医。以后没有时间了，啊，搞佛教事业，啊，他告诉我，按照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人的寿命的正常寿命是两百岁，那么你活不到两百岁了，是你自己糟蹋了自己，啊，就好像机器一样，这个机器你要懂得好好的保养，啊，它的寿命很长，啊，可以用二三十年，但是你保养不良，啊，那么这个机器容易损坏。不到十年就不能用了，你看，可以用三十年的，你只能用十年就不能用了，啊，所以你要把它保养好，它的寿命就很长，啊，这就是平常细心，不要有妄想，不要有杂念，不要有欲望，啊，欲望多了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啊，那是在讲谚语所谓得不偿失，啊，你得到的太少，你失掉的太多，你看把你的生命失掉了，把你的长寿失掉了，啊，把你的健康失掉了，你说多么可惜，啊，学佛一定要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真正的好处，我们才干的，啊，要不然我为什么要干，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他是王子出身，这大家都知道，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他做国王，啊，他觉悟的早啊，19岁他就离开家庭，啊，放弃王位的继承权，放弃宫廷里面富裕的生活，他去做苦行僧，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三衣一钵，这样的生活，他过了一辈子，啊，一直到他圆寂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啊，表演给我们看。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看到什么？快乐、自在、啊，解脱。你从这上看呢、啊？啊，人为什么生活那么苦？佛为什么生活那么快乐？啊，佛见到每一个人，笑容满面。啊，在中国的道场，啊，寺院庵堂，山门里面，你走进山门，第一个看到的弥勒菩萨，啊，中国人弥勒菩萨的造像是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布袋和尚，
圆寂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说完之后他真的就走了，这在中国佛教习俗里头，这个表演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说他是什么菩萨、什么佛再来的，说了之后不走，那是假的，骗人的。说了马上走，这是真的，这不是骗人。所以中国的寺庙、道场，山门呢，一进门一定塑他的像。欢喜相，所以也称他做欢喜佛，佛都是欢喜，没有佛不欢喜的，法喜充满了，人一生活在欢喜里面，就不容易衰老，所以你要去找欢喜啊。欢喜在哪里找？在佛法里面找，在圣贤教诲里面去找，在宗教经典里面去找，你就能找到，找到之后你要认真学习，欢喜从哪里？就是从爱心来的，你有爱怎么不欢喜？所以这个字是整个宇宙的核心，是自信的核心，是自信第一德。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找回来。没有学习之前，我们是凡夫，我们确实有很多错误的想法、看法，那就是欲望。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知道轮回是假的，事实真相了解了，我们把这个东西放下，我们把爱找回来，把心量扩大，心量本来是心包太虚，两重杀机，本来宇宙万法跟我们自己是一体，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事实真相，不知道是一体，所以一切都是以欲望为标准，满足欲望的就生欢喜，违背欲望的就生怨恨，生烦恼，实在讲欢喜也是烦恼，怨恨也是烦恼，因为他那个欢喜是欲望刺激的，他不是真的，真的欢喜是从内心往外面流，自性里面的欢喜，自性里头的爱，向外流，那是真欢喜，我们看婴儿，在100天之内，你看他那个笑容，那个欢喜是真欢喜，睡在摇篮里头，睡着了，没有人去逗他，你去看他，他会笑。他睡着了还会笑，那是真的，那不是外面刺激的，这是记住是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不是外面学得来的，本有的，本有的珍贵，要把它找回来。找回来，这是有前身差别的，先从慢慢的远离一切欲望，
到以后欲望没有了，有情义啊，有智慧，有情有义啊，再提升向佛陀学习，那就有智慧有觉悟啊，智慧的爱觉悟的爱是菩萨啊，是佛经上说的大慈大悲啊，这个时候自自然然，一切时一切处，面对一切众生，你都能够生欢喜心。啊，你有智慧，有能力。啊，帮助你的家庭。回归自信的爱心啊，这就是齐家了啊，在家庭里面落实孝悌忠信，这个家庭都快乐。在社会上落实仁爱和平，这个社会多么祥和啊！所以用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啊，我们遵守五伦的教诲啊，道德的教诲，啊，各无制止，啊，各无要克服欲望，各无是这个意思，克服欲望，啊，佛法里面讲放下欲望，欲望不是好东西。啊，生活所需很简单。啊，我能吃饱，能穿暖，能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快乐无比啊！啊，讲奢侈，讲豪华，讲这些很苦。啊，早年我在美国也不少年。我看到许多同修买的房子很大啊，他有没有幸福呢？我没有看到的幸福啊，美国的工作非常忙碌啊，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没有闲暇的时间啊，美国有两天假期，星期六不上班，星期天不上班。啊，这两天有没有休息？没有，要打扫清洁环境，院子太大了，房子太大了，啊，请工人太浪费了。美国的工人工资是论小时算的，一个钟点多少钱？舍不得花这个钱啊，自己很辛苦很累呀，两天的时间呢整理他的环境，我觉得那不是享受啊。所以我在美国住啊，我买了个小房子，真的是一房一厅，我整理环境一个小时就够了，房子又便宜又容易清理，这叫享受啊！我有时间读书，我有时间念佛
我离开美国就都卖掉了，我是送给悟道法师，悟道法师卖掉，一生当中没有为自己打算过，居无定所，到85岁了，香港有个老居士，也是我的老听众，他往生的时候跟他太太说，他在香港乡下有个小房子，告诉了太太，这个小房子送给我，给我做一个修学的小道场，我去看了，我很喜欢那个地方，真的很小，大概是小的不能再小了，两个小房子，面积过去是英国人时代建筑，英尺平方，英尺400平方英尺，两栋就是800平方英尺，小房子，有个小院子可以种菜，我一生没有替自己经营过，到香港的时候人家送着那个地方很合适，我就定下来就定居在香港，香港也给了我永久居留，所以就定居香港，讲经教学我们用网络，用微信，我们在一起学习的同学很多，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见面过，都在网络，在电脑的屏幕上，我们每一天都在一起学习，没有中断，这个方法好啊！我们学习的中心没有别的，就是把自信的爱心找回来，会带给我们无量的喜乐，我们再把这个介绍给朋友们，介绍给同学们，我们这一生到这个时间来，我们爱佛，我们尊敬佛，我们要想学佛，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距离我们不远，释迦牟尼佛叫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阿弥陀佛的世界实际上是阿弥陀佛的道场，这个世界里面世尊49年教学常常提到，专门介绍有三经一论，三经里面的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我们知道世尊讲经只讲一次没有重复的，但是无量寿经重复，
重复很多次，啊，可见的这一部经的重要性。啊，中国唐朝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他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就是说一切诸佛来到我们世间，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来干什么？”唯摄弥陀本愿海，这是佛到这个世界来真正的目的，就是这个这桩事情啊，劝导我们以民到极乐世界啊。为什么？那个地方是最好修学的环境啊。我去年11月第一次来访问啊，我们跟总统一见如故，非常有缘分啊。我告诉总统，我说我看到斯里兰卡啊，是一个全世界学佛真正落实的一个国土，太难得了啊。换一句话说，地球上的极乐世界，我说我会劝很多念佛同学啊，移民到斯里兰卡来。那么听说斯里兰卡是非移民国家，不欢迎人移民过来。我给他建议，移民挑选。啊，一定是虔诚的佛教徒，不是佛教徒不能不准他移民过来。这就像极乐世界一样啊，不念阿弥陀佛的人不可以去啊，他有条件的，永远保持他的单纯啊，他的清净啊，他的喜乐啊，这样子好啊啊。所以总统很开明啊，哎，也点头，可以考虑。啊，这个地区人没有竞争，啊，没有竞争这个念头。啊，这个地区没有青少年问题。啊，这些问题是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都头痛的事情，此地没有啊。啊，所以我们在联合国办活动，啊，这个对全世界发出的信息是一桩好事情。啊，所以联合国这种活动，未赛季的活动，希望每一年举行一次。啊，把这个佛陀的教诲，一年的成就，在联合国做一个报告，让全世界人都看到。啊，这是好事情。啊，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啊，爱好幸福的人到斯里兰卡来学习，来考察。啊，这个模式可以向全世界推动。啊，古人所向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佛陀的教育能做到。啊，中国传统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能做到。啊，中国是古圣先贤，啊，有情有义。佛陀的教育
提升了一层啊，提升一层就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有情有义，在六道里头属于天道啊，啊，欲界天、色界天，不能出三界啊，所以讲到究竟的善法，究竟的圆满。还是在佛经里头啊，佛经不能不认真学习啊，不但要学习，要把所学习到的落实到生活，我们就有受用啊。我们要过佛菩萨幸福圆满的生活，就在这个世界啊，这就是过去啊，第一个教我学佛的方东梅教授啊，他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们那时候年轻，没有接触过宗教。对宗教疑虑很多啊，学他的课程，佛经哲学，把这些疑虑化解啊，知道佛经是高等哲学啊，正如汤恩弥博士所说啊，佛教到底是宗教是哲学，汤恩弥说都可以，说宗教也行，说哲学也行啊，这两样东西啊，佛教都可以称道啊。那么佛教用中国文字的定义，那佛教是真正的宗教啊，因为中国宗这个意思有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啊。教的意思有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合起来，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佛陀49年讲经教学当之无愧啊。所以佛陀教育的本质是究竟圆满的哲学，是真实的宗教啊。我们明白之后，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去迈进啊，特别是近代的科学跟佛教越来越接近啊，让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再是宗教哲学，而是高等科学啊，科学哲学承认的，所以佛教会永远传承下去啊，这是我们应该明了的啊，我们应当重视佛经哲学啊，佛陀的宗教教育啊，要把它发扬光大，要让我们自己一生得到幸福美满啊。我这一生流浪，居无定所啊，我没有道场啊，哪个地方邀请我就到哪里去
啊，我这非常值得安慰，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没有到场，啊，佛陀一生没有到场，佛陀一生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也是过流浪生活，啊，居无定所。啊，所以有这个好的榜样在前面，自己感到很欣慰很快乐，啊，没有感觉到有痛苦，啊，这是我们最伟大的一个精神支柱，啊，我们从佛教的根本就是大慈大悲，啊，用中国传统文化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五伦主要是说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是讲这些，啊，这是道，啊，遵循五伦，从五伦流出来的五常四维八德，啊，五常是修身的德行，啊，仁义礼智信，啊，人要懂得爱人。人民爱护，啊，义齐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合情合理合法，啊，不伤害任何人，啊，不伤害一个小动物，啊，连蚊虫蚂蚁都不能伤害，啊，何况是人类。要有理，要有智，这个智是理智，理智的反面是感情，啊，感情用事生烦恼，啊，理智是智慧，啊，最后一个是信，啊，言而有信，啊，佛家讲得更详细，不妄语，不良舌，不绮语，不恶口，讲了四条，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啊，这是修身的根本，啊，四维可以治国，怎样把这个国家治好，啊，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难灭亡。如果这四个字都没有了，啊，这个国家会走向亡国。啊，一定要把这四德树立起来。啊，有礼、有义、有廉、有耻。啊，八德可以。推广啊，让整个世界化解冲突，恢复安稳和谐，啊，这就是天下太平，啊，所以中国古人所传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伦常八德，那么在佛法第一个阶段就把它做得很圆满，啊，佛家用的是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波罗蜜，啊，比起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今天我们有这个殊胜的缘分，啊，在此地聚会一堂，啊，我们温习佛陀对我们大慈大悲的教诲。啊，这种大慈大悲包括了全世界，啊，各个族群的文化，各个宗教的教诲，啊，全在其中。啊，所以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最近将要为全世界的佛教建立一所大学，啊，培养全世界佛教的弘法护法的人才。啊，这个学校建成之后，啊，我相信第二个大学建好，那就是全世界的宗教大学。国际宗教大学，啊，团结宗教，互相学习，共同创造世界社会的幸福和谐。啊，让我们大家一起共荣共存共荣，啊，化解所有的冲突，啊，矛盾，啊，走向安定和谐。啊，那么我今天报告就到此地，啊，谢谢大家。